因为这个 Leipopo 的名字，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讲，哎，婆婆帮我加汤啊，婆婆帮我加水，就是我变成很多人的婆婆了。Hello， 我是 Kumiko。 Hello， 我是 Ku。 大家都叫我雷婆婆。我们的雷婆婆在 Block 115 Bukit Merah View 门牌0161。然后我们主要是卖客家擂茶和客家酿豆腐。客家擂茶其实是客家的传统食物之一，主要是用 herbs 还有一些花生芝麻这些，然后研磨成一个擂茶酱，然后让它变成擂茶汤。 然后再搭配饭，跟一些蔬菜、虾米、花生之类的，然后变成一个擂茶饭。那时候在家里做 home base 的时候，因为刚好碰到 COVID 嘛，但我其实以前是一位钢琴老师，然后是在家里教钢琴的。 然后 COVID 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孩子在家里如果有学生上门的话是一个风险，然后在网上教钢琴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 efficient 啊，所以我就跟学生说，不如我们先暂停，然后到时候看看情况如何，我们再决定。我现在是我孩子的专属 piano teacher 啦。 piano 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难，但是我这边真的有，就是也有以前我的钢琴学生有过来吃擂茶，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啦，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然后以前在客家的就是传统，他们的家庭里面，每个农历初七他们都会吃的一道菜。然后对我来说，客家擂茶是一家人凝聚，可以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的一道菜。 我们的擂茶是比较偏重口味一些些的，然后instead of 酱鱼仔，我们是用炸虾米，擂茶汤也用比较多花生，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我们的酿豆腐是每天新鲜制作的，然后我们是用麻椒鱼起肉，然后打成胶，然后还有加新鲜的猪肉。以前小时候就是他在旁边帮他妈妈磨。 所以他妈妈走过看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就会丢一把，丢一把这样。所以他妈妈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分量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喜欢吃擂茶嘛，他可以一天都在吃擂茶，就是每一天都吃，他也不腻的。然后那时候在新加坡找不到他想要吃的擂茶，所以我们就因为他想念家乡味啦，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要研究擂茶给他，就是他喜欢的口味。 然后所以，然后就一直在研究的时候，然后就每次问他可以不可以啊，然后有问过他的妈妈，就是那个他的擂茶配方是什么，他妈妈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分量给我，就是他也不太记得当时用了什么东西啦，就是阿嘎阿嘎的。老人家的做法一般都是凭感觉，一把一把。很像以前的擂茶都是用擂茶钵，就是像他小时候就是脚夹着一个擂茶钵，然后。 抓着一个那个饭石榴棍，然后在那边磨，然后慢慢研磨出来，就好像我们雷婆婆当时前面这个图画一样。当初我们取雷婆婆这个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给大家带来婆婆跟妈妈的味道，像婆婆煮给子孙们吃的感觉。因为婆婆跟妈妈通常煮给孩子都是用尽全力，然后尽心尽力，然后不会偷工减料。我们想要带给人家。 家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有妈妈跟婆婆的味道。因为这个雷婆婆的名字，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讲，哎，婆婆帮我加汤啊，婆婆帮我加水，就是我变成很多人的婆婆了。<笑>我就变成雷公公。<笑>每一年的新年初七，还是只要我有煮擂茶，我就会叫朋友来我们家吃，然后顺便抓他们来做白老鼠了，就是说看哪里需要改进，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吃，然后他们都会给我意见，我都会接纳。 然后他们吃了过后，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就是找到他们家乡的味道。然后过后他们就鼓励我上网卖，因为他说每天就是每次来吃，他们也不好意思，他们想要吃的话就可以跟我订。
时候就上网开始卖哦，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拿去 MRD 送给他们这样子，之后就做不久过后就碰到 COVID 这么巧，就开始慢慢有一些陌生的人来跟我们买，然后就这样无缘无故就做起了雷婆婆。就是以前我们就有就是有跟朋友开玩笑说，以后我们老了我们要开个雷茶档，然后退休生活。然后我朋友说他要在我隔壁开面档，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提早完成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一直都想要开个雷茶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都知道这个东西的。蛮常有一些忠实的客户，他们不能说每一天老板，一个星期可能三四天都有，就他可能过来跟你比个手势这样子，你就会知道哦，或者这样子，或者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他要什么这样。我的孩子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做擂茶，他们也会很开心，然后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后他长大了他也要卖擂茶这样。就是我女儿啦，就是他说啊，他以后长大要卖擂茶这样，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吃。我希望是我会跟他说，我妈妈会继续努力把这个做好，然后以后可以传给你。